榴莲千层，哎呦妈呀，这个39.9一个，然后59.9俩，然后这个是纯纯的榴莲肉啊，宝宝们，它不是榴莲果酱里边，我切开给你们看看。哎呦我天哪，你们这角度看不清吗？我这个是缓过的，所以它有点软，看到没？爱吃榴莲的你们就别错过，别忘残。哎呀妈，我家猫跟着我一顿忙活。好软呢，它这个皮儿。小燕，我摆个封面哈。真的超级无敌巨好吃，下面有链接。今天是快递能发的最后一天了，明天就发不了了。想吃的咱们抓紧拍，抓紧时间拍，年前最后一波。嗯，榴莲味老浓了。你馋呐？你等会儿，我给你，你等会儿。哎妈，下面有链接，怎么怎么拍？